我们是恋人组合，我叫刘军。大家好，我叫冯月。你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的梦想是希望有一个专业的团队为我们打造一场辉煌的表演。辉煌的表演，对，好，让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表演，然后再看看这个梦想能不能更进一步。来，掌声欢迎两位，有请。因为他们已经昨天啊今天等待了很长很长时间，人有时候很怪，越想做好一件事呢，他越可能会出点问题，所以大家要理解啊。休息一会儿再来，还是现在就来？现在就没问题吧？好，好，加油。谢谢恋人组合。你们刚刚说过你们要一场很辉煌的演出，其实所有的登台表演人都想要一场很辉煌的演出，大家都在努力，为什么好像我听你们语气好像很急于要这样一场演出？因为我们两个准备就是在两年之内退出杂技，退出这个我们热爱的舞台，所以说我希望就是在这之前呢，我们能够完成我们在舞台上辉煌的梦想。要退出了？对。练了多久？有18年了。18年，对，一直在演出。为什么要退出？是因为体力不支了，年纪大了？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因为家庭嘛，我有两个女儿。您太太是两个女儿的妈妈了？对。现在我们可能能明白为什么他们急于在两年之内要有一个他们认为辉煌的表演。祝你们好运，来，往前一步。你们好，刚才听到你们谈了你们的梦想，想在两年之内要离开这个舞台，为了你们心爱的孩子。对，我们家是一对双胞胎女儿，今年呢已经有4周半了，所以说我们两个就是经常全国各地这样的来回的跑，和孩子基本上就是聚少离多的。应该时间最长的我记得是7-8个月吧，那次回家几乎是不认得了，几乎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这么长时间离开孩子，是为了孩子吗？也可以说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整个家庭，因为我们两个嘛，从小就是学杂技，基本就是不会其他的东西，就是靠这个杂技来赚钱，来养家糊口吧。也可以说就是现在就是赚更多的钱，想为了孩子以后能够有一个好的未来。明白了，那你们自我评估一下，就是你们现在这个节目和你们所出节目的水准，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比方我说一二三，这个不要紧，就你觉得你们是顶尖的，还是中层的，还是，水平一般，但是梦想很执着，是属于哪一种？水平一般吧，梦想比较执着，我的感觉。我觉得你们非常非常的实在，这梦想挺靠谱的，但我觉得杂技之美在于惊险。绝技要以一种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我想就是说你们到这个份上需要很多，所以我就觉得你们的诉求是对的，希望能够有专业的团队包装。我对杂技非常熟悉，我们上海的时空之旅在中国杂技界应该算是比较顶尖的啊，所以你们的梦想可能找对人了。好，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支持你们的梦想。好，各位梦想观察团的朋友们，希望你们为这对可爱的夫妻、可爱的双胞胎投出你们最真实的一票。五、四、三、二、一，投票。264票，很高的票数，而且我现在对他们来讲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18年的练习啊！我回家就帮你们联络，帮你们联络最好的编导，然后，我想如果可以的话，我让你们时空之旅插一档特别节目，一场或者两场，然后帮你们把录像录下来，然后给你们的孩子看，那爸爸妈妈那时候多辉煌啊，好吧？谢谢波波老师，谢谢。恭喜你们，恭喜我们期待看到那个辉煌的表演，好吧？好的，好的，谢谢，谢谢，祝你们成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下次见，祝福你们，谢谢。这是一组用他们的青春在书写着梦想的追梦人，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再次重返舞台，有请。现在你们将再次面对梦想大使，波波交给你。今天已经离你们的梦想越来越近了。